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由偶然开始。牛顿偶然发现万有引力，无独有偶，李锦上于1888年意外发明了蚝油，并在珠海南水创立李锦记，从此将大众的饮食品味提升至新层次。时至今日，李锦记蜕变成享誉全球、拥有酱料调味品和中草药健康产品两大业务的跨国企业，由单一蚝油、虾酱发展成拥有200多种酱料调味品，实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。近年更超越梦想，产品3次随神舟太空船升空，连国际太空站都有李锦记酱料的踪影。一个百年民族企业就此诞生。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创业持续发展，令李锦记不断进步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。李锦记与时代共荣发展，见证世界的非凡创新。18世纪后期，随着淘金热潮，大量华人移居美国，落地生根。其后，他们的经济能力逐步改善，有的更经营餐馆，让李锦记产品可以远销北美，开辟海外华人市场。1950年代，货柜正式装船运输，开启近代航海运输新纪元，令李锦记的产品畅销全球。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国，掀起了一片熊猫热潮。同年就任主席的李文达先生灵机一触，创出熊猫牌蚝油，成功将价廉物美的蚝油产品进一步打开美国市场，之后以无数脍炙人口的产品开创饮食潮流，并设立6大生产基地。满足各地消费者对美食的追求。时至今日，李锦记的产品风行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，成为享誉国际的酱料品牌。近年更积极购入物业做业务发展。李锦记能够突破130年，有赖每一代人的艰苦奋斗，以及家族多年来孕育的一套以务实、诚信、永远创业精神，施利及人，造福社会和共享成果为核心价值的独特企业文化。我们的宏愿是将这盘家族的生意无止境地延续超越千年。务实诚信是李锦记的经营宗旨，一直以来我们以品质为先，坚守100-1=0的生产理念，对质量绝不妥协。我们严守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，务求带给顾客最安全、最优质的产品。多年来，我们坚守本业，积极在世界各地实践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使命。李锦记不断推出多元化酱料产品，以迎合不同客户、消费者的口味、饮食喜好及文化，并积极发展零售、餐饮、工业及电商市场业务，扩大产品需求。永远创业是李锦记持续发展的命脉，凭着6677突破创新、永不松顶、效益动向精神，我们在1992年创办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，肩负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的使命，满足大众对健康和快乐的需求。
时至今日，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经营多元化业务，包括中草药健康产品、中药材种植、中药产品生产与销售、物业投资、领导力顾问服务、回馈社会项目爽工程，以及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投资。集团旗下成员无限极，通过高品质的中草药健康产品，传播养生固本、健康人生的独特健康理念，并持续开拓海外市场。目前无限极在中国内地拥有南北两大生产基地，现有五大系列、六大品牌，共145款产品。2017年无限极品牌价值超过658亿元人民币。天方健业务包括中药材种植与管理、中药产品生产与销售，以正本清源推动中药行业健康发展为使命，致力于提供高品质、好功效、真道地的中药材原料、中药饮片和中药产品，秉承永远创业精神，集团成立无限极物业投资，通过持续优化的资产管理，提供创新和超爽的顾客体验，现实拥有的物业遍布全球。本着我们大于我的精神，集团近年开始与各界分享实践企业文化的经验，并成立自动波领导力实验室，为不同企业举办工作坊，共创更卓越领导力模式，培育更多无形领袖。集团亦计划启动爽工程，通过5+1加其他理念，共创更爽世界。此外，集团成立爽资本，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投资，帮助人类活得更快乐。目前投资领域覆盖医疗、教育、农业及食物科技，项目遍布全球。酱料集团亦不断创新，与时并进，在全球厂房优化生产设施，加强生产流程自动化及智能化。位于广东新会的厂房占地2000亩，备有3000多个酱油缸，更引入世界顶尖技术，令酱油的产能及质量大大提升。李锦记一直面向世界，集团将把握一带一路的新机遇，积极响应，以酱料作为桥梁，努力开拓业务。私利及人是李锦记核心价值中的核心，渗透在集团每一个层面，无论对客户、生意伙伴、消费者和员工，都以直升机思维换位思考，关注对方感受。产品而言，李锦记一直站在消费者立场思考，了解顾客需要，让大家买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李锦记有许多长久的合作伙伴，历经数代人，彼此建立互信的深厚情谊，而这份情谊更延伸至员工及环境保护上。李锦记坚信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资产，重视员工福祉，为他们营造爽的工作环境，并推行三平衡理念，希望员工在健康、家庭、事业三方面取得平衡。李锦记又积极推动绿色生产，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发展，尽力减低对环境的影响，众多的设施更是领先行业。李锦记私利及人的体现还可见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，多年来支持教育办学、捐赠医疗研究、修路筑桥，无论是酱料或健康产品集团，均乐于造福社会，与大众共享成果。酱料集团创办希望厨师，培养有志青年学厨圆梦，又积极培养中餐烹饪人才，在各地推广中菜烹饪。集团又成立环球义工队，
鼓励员工透过履行社会责任，实践私利及人和造福社会的核心价值。健康产品集团持续回馈社会，无限极捐资成立私利及人公益基金会，资助一系列公益活动。近年又在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捐资2100万美元，设立李锦上健康与快乐研究中心，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健康快乐。李锦记由小作坊蜕变成拥有两大世界品牌的民族企业，与世界同步，见证历史巨轮的跃动，百炼千锤，成就今日丰硕的成果。今后李锦记将秉承四代人的艰苦奋斗，努力拼搏，与员工齐心合力，把这盘家族生意无止境的延续超越千年，共创璀璨未来。红叶突破130，携手再创新里程。